捐血救人，我们需要你。走上街头呼喊口号，邀请民众捐热血，让爱延续。因为现在血库缺血，需要热情的义工朋友们，还有市民朋友们站出来，挽起你的袖子，然后捐出你的热血，让我们爱传下去。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我们需要你。在基隆市体育会与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号召下，志工们走上街头，邀请民众热情响应。理事长感谢所有参与的民众，让这一份救人的爱延续下去。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希望大家来共同来促成这活动，让我们的红十字血库能充满，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用得到。也非常谢谢我们救国团跟所有的安乐区真善美的志工一起来共襄这里办这个有益的公益活动，也谢谢我们参与捐血基隆市的这些民众，感谢他们。市议员张耿辉也一起共襄盛举。最重要也是有鉴于我们现在血库严重的缺血，希望我们热血的民众捐出你的热血，捐出你的一代，来救我们需要血的人。血液是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基隆市体育会与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以实际行动办理捐血活动，为血库挹注更多的血源，让需要帮助的病患都能及时得到救助，传递暖暖的温情。捐血救人，我们需要你。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